que trasnovada da água sem sem dúvida tu passa a trás de gente de sudeste ba não violam de castela e e do olho da tesala e a de suíte já foi de ba na de ba mata que se chama o castela e bom lá na do balan para já se muito não de ba do a sangue de sua de da tropa tropartava já de lá e sangue do velho de um tanque na sua como não me deu que desde ali só não foi meio ver que ba do já se lá e também na do meu pé e do de par de ba que ne это за собата вам бы я сразу сама я сделала и гевело туда бы я села на здесь на где-то там фон тоже по хотели мне бы зубаго бы я сделала рано бачу то бы я ран я около мешо то там на жопу то то я все не знаю что же то бы я сделала и сегодня рано ты бы сам там бы не мог на бардю бы сидеть сумели я да где бы nga sapti kong pacha sena ni shirab mi na paro sanga ya zoko sa je topa muni be tap tang de jing kusum ma to be shirab kong pacha sena ni ranga chupa ranga ma ta na chupa tu je chumye si ti be te te jata ranga chupa ta li pong pacha sena ni我们这个一些主角呗，假如说一些就算你这边这是一些一的忙呗，这都不嘛，假设让你，嗯啊，嗯，忙光了，你不多搞个这些，因为从从来吃到你忙到不起嘛，他，不重视把假设让你，嗯啊，多拿钢的多了，假设就让个身边那个就让你就在这上心里的吧也。 一路就把家里人的，这都准备准备干的，他也准备到俺家这时候，我说那边稍微小点，啥时候我家里人的，嗯，多久点就弄的送不送？咱们就送个几张的家里人的，嗯，送几张，啊，家里人老公都过得过，老人们就讲嘛，就没事，开发几百代表嘛，就讲。 到到大不送我，再把家里人准备了，我上我家家里就把垃圾拿，农民大爹都把搞上，搞上把这些东西把收，他把那些基本上都收了，这里从就业中啊，从那个做啥就就个，其他些人他们那把几日子没得上做不了，那当过的他给这基本上弄到这把那位家里，让别人拼不动的，让他们把那个，也准备淘米去，没事儿，幸福的在哦。那当官的，他们的这身都是把那个给了到，你当做神仙上去，有时候完了没把养活把做不上去，我就做点儿去，哎，这他公里，嗯，我单位的把这小米留的这个他的茬儿，什么，这这两个。 有的准备啥子事，现在，那时候因为去爬了山，说，什么我了解，他大概，包括他从哪里，他，我们说嘛，啥情况啊？这样没事了，再去了就是说，什么什么大了改变，这里，少，哪块哪边，多了哪块哪边，这是我哈工，这个的这里人就叫我们，这个的这里。 这个毒主他们的老是老头子觉得说，这是当地的话，他我说，你俺们讲当地的铁窗路拆掉的，他这个平打开的，就让他们这个过过的，哎，别人也不给毒主的，拉到这边去拆掉的，打完给这个破了，他说打完这里可以，毒主他说这里，哎，毒的就是我的。
到十点钟，那我讲这几张这这种没吧？这这种搞就停了，这里那么这这里这边了，那边压了这里，这里这种的长长的这两个人的这里说他出来了，我说等等等这种的，你说这就是什么？就是啷个都不起来，这打不进来不能，打完了咋过？打出来了，这这把他们这都抓了过来的，这马上来这里，他他。태성 제나 양수 동마고 쇼물라 刚才我们提到 圣意心性 本集离系边 那么 这也是在 波罗蜜多的赞颂记里面 所提到的无言思说般若波罗蜜，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禅修时，当我们以心来关心的时候，应当要知道，其实就是空如虚空一般，除此再无其他。我们不需要有所疑惑。当我们有着我。这样的我执出现时，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伤害了。因为在禅修的时候，我们要有着四察取舍的般若慧作为自己的助伴来禅修，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自己得以证悟。那么我们应当要知道的是，禅修当中那么最大的敌人就是疑惑了。所以当我们在禅修时，主要要去做的就是先意念上师，秉持着对上师的信心，然后就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来安住，来关心。所以当我们这样的去禅修时，终会有着自我了知的时刻出现的。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在见地上确立的意思了。那个时候也好，或者说平常的时候也好，那么就能够远离执着而住。那如果不懂得这一层道理的话，那就会让自己的心疑惑，或者说就无法安住了。사조두멍들들이다다다근데다와서제법잡아봐라또로봐라네그세탕포도사켜서올라면남겨이인시라면남겨이봐라라면이게서로올라면지인거그래가지나조랑탐지를라마지라마지들이제법잡아잡아라들이라라라마들무이야고구나라마들이진짜진시다라마이예미바지네那么就是别人用我就拿到那么这这些项目了这些的这不是什么不会让他融化什么还叫杂志不就中心的这些东西这些小伙子上进去的这种被插手口我忘了当孩子给谁给我都当去去去不得那么严重那么难就严重我的这种不那么难为咋不那么的那么特别彻底就是就上街上街是那么的生命那么的生命对我的那么生命三种生三百斤也这三种生珍惜人的珍惜的那么珍惜的说是珍惜的切把人到我们的大街上这珍惜切把人有哪里谁做那么的让大上的这个做给你万里把这那么的珍惜的身体都做那么身体给我们那么做的大家到国家还有哪里无论是大手印或是大圆满，在共同的说法中，指的都是见地是离却疑惑的。所以地罗巴祖师噶举巴的地罗巴尊者，他就曾经说过，
将让心能够确定且产生作用，就是上师相应法。因此我们在一切的行住坐卧的行止当中，都要能够意念着上师。如果能够有着良好的前进心的话，那么让上师与自己的正念正知没有分别融而为一的来反观自心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让自己在任何的行止当中都意念着上师，秉持着前进心，秉持着前进心来观修。所以第六巴尊者告诉我们，以前进心作为道上的发挥，或者说以前进作为道显，就是这样，或者说以前进那么显而为道，就是这样的意思。要能够知道万法总结为一，就是上师而已。因此一开始我们要有着上师，然后对于自己的根本上师理解到他就是三世诸佛，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而三世诸佛也好，上师也好，就是自己的心，就是那个菩提心、慈心、悲心，与这样的心无二无别。因此把上师要去观察上师的正念正知跟自己的正念正知是否相同呢？除了上师跟自己在形体上的不同之外，在心上，在这样的正知正念上，其实是完全一体的。所以最主要就是自己的心要能够这样意念上师而来安住。家给个上修成就，我也说了，那是他的上修。哦，那是。当今天天公马路完了，好了，等我去给天南不行，等我去给天南。上修成就人多些，马吉巴那吉就就吉巴娘巴咩巴娘。红莲红灯被外住。好，我们再以中文念一遍：菩提心大宝，未生者愿生，以身不败坏，祈愿更增长。南无本师耶菩萨，南无本师耶菩萨，南无本师耶菩萨，南无本师耶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二本三伽天尊，南无三伽呀，南无三伽呀，南无三伽呀。